又一个参与者，你已经闯过了13道门，来到我的桌前，和我进行生死的游戏。你已经下注，而我来者不拒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，还是回去吧。游戏开始，一人活，一人死，就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本事吧。这是我队伍里第一个追随者，沙漠骑士。在你挑战我之前，你必须击败他们12个。把你的卡片都用上吧，现在开始。没有什么能媲美那当初的情景，闪闪发亮的武器，对战斗的向往，还有迫不及待去出发冒险的冲动。从这些选项中选择一个吧。是时候来享受它带给你的高效性了。我从不喜欢幻想，但现在我要破例了。你可以用这个盾牌来反弹敌人的远程攻击了，想活命的话，好好利用这个技能吧。美丽的梅里斯，我并不惊讶，这次偶遇会令你难忘。你得到了少许的额外生命，但那不过只是片刻的喘息。继续去寻找万物之心。现在你到了这简单地图的最后一层，你的对手已经在这里等你。快把它找出来。如果你能打败我，算了，现在就开始谈论胜负还为之过早，先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吧。如果你一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一路收集这些金币，现在就能知道答案了。现在是游戏中的一个重要时刻，你是选择资源，还是选择奖励？你一定对此感激不尽。我敢肯定，这里被称为死亡峡谷是有原因的。当指示灯亮起的时候，按下反击键，你就可以对敌人的攻击进行反击了。Yeah!
农夫的武器，简陋但又有效。突然袭击，这不公平。如何增强魔法的威力？你只需拥有更大的力量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已经遇上我第一个追随者了，他是个好人，却被一场让他失去了一切的战争逼疯了。他失去了妻儿和亲戚朋友，经历过如此的黑暗，他却坚如钢铁，还成了我的工具。现在就让我们来见识见识你的勇气吧。如果你能赢得这场战斗，这个令牌就能给你解锁更多的卡牌。有些敌人的攻击你是挡不住也反弹不了的，要么快点躲开，要么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反击吧。一起堕落成为爬虫吧，也许他在坟墓里才能找到安宁。可怜的灵魂，第一个追随者已经出现，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你还将面对11个敌人，他们会测试你的力量、记忆还有决心。没有谁会第一关就失败，但也没人能撑过最后一个。我们还要再发牌吗？